宁总，有您一封电报。啊，命令。 一张纸，是你的事故资料。你车祸，好像是发生在长兴街吧？可你为什么不在就近的联合医院就诊？要舍近求援，跑到华新堂医院来看病呢？哎，据我所知，这好像还是您的主意。那又怎么样？ 我更相信这儿的医生有问题吗？孙医生，他是你朋友吧？咱们再说说这个钱大勇，肇事者。我专门去调查了他一下，他可是一个只要收了钱，什么事情都敢做的人。 端木主任给了我一个新的。
哎，主任，保密局香港站来电。接过来。是。傅亲，是我。哦，什么事儿啊？关于聂云开代替殷康年赴台的事情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我不明白，他这么做是为什么？因为聂云开提供了一份非常有诚意的两行迁台计划，而且提出。 和樊耀竹一起到台北进行实地考察，条件是留下殷康年在香港控制大局。我同意了。您不觉得他这么做有点居心叵测吗？至少从目前看，他是在帮助两行迁台。聂云开始。 王明觉的人走了，放心吧。康年兄，总算是有惊无险，你就安心养伤吧。
台湾那边总是变天。 Drei Tage kosten, Kamerad, ich komm ja gleich. Da sagten wir auf Wiedersehen, wie gerne wollt ich mit dir gehen. Mit dir, Lili Marleen. Mit dir, Lili Thank you.
先生，请喝水。先生，请喝水。好，谢谢。记得那首诗吗？谁无暴风尽与世，守得云开见月明。但愿吧。放心吧。奶奶，嗯，我这是跟宝鸡堂的师傅新学的手法。嗯，说是对头痛病特别的有效哦。你有没有感觉好一点呀？哎呀，好好多了。有我这个孝顺的孙女啊，我什么病都好了。真的？嗯。那以后啊，我天天给您按，让您的身体啊跟从前一样好。哎呀，奶奶老喽，回不到从前了。我只是希望啊，你们兄妹俩，还有你爸爸，能够平平安安的、康康乐乐的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哎呀，现在的世道多乱呐！哎呀，要想过安稳日子，啊，简直是奢望啊！就，你爸爸去台湾。也不知道怎么样了，因为到现在还不来电话。哎呦，奶奶，我爸才去了一天。再说了，这不是有云开哥哥在吗？你放心吧。嗯，云开人家可都订婚了，你看你一提到他，他哎呀，还这么崇拜他。哎呀，奶奶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跟云开哥哥就是好朋友。哦，好。老夫人，哎，沈小姐来看你来了。是啊，仙姐姐。哎呦，喜颜呐，我在外面工作，正好路过这儿，过来看看您。快请坐，请坐。啊，好。奶奶，嗯，樊总他们出差了，今天没有什么消息吗？
阿弟啊，连着两个随手，这可不是你的棋风啊！如此境况之下，还能气定神闲？我没有这种修为。我们到台湾已经整整一天一夜了，就在这儿待着，哪儿也不能去。子平兄。 当初你三番四次的催我们到台湾来，难道就是为了下棋叙旧吗？叙旧当然是我的目的，能够忙里偷闲，和老友故交，品茗对弈，此乃人生一大快事。当然了，党国的公务不能耽误。 但是，也得向下棋一样一步一步来。稍安勿躁，你看，云开就比你沉得住气，煮功夫茶呢。主任，您就别取消晚辈了。我这两天能在您这里喝您珍藏的这功夫茶，完全是托了我老师的福啊。至于党。 各位，我程琦代表基地的全体弟兄，欢迎主任与二位老总莅临督导。如有疏漏不足，请批评指正。这杯呢，我就。
主任，恕晚辈直言，这些设备并不是九龙湾基地原有的设备，完全是一堆废铜烂铁。 哎呀，真没想到，连程吉这样的高官子弟，在党国危难之际，都能不思报效、蝇营狗苟。子平兄，还蓄意袒护他。嗯，党国如此这般，真是令人心灰意冷啊！你说若是两行签牌，后果真是不堪设想。坐，老师。 老师，您现在能看清事实，其实为时不晚。看清楚又如何？眼下，你我被困在台湾，没有任何脱身的希望。老师啊，别悲观，这程吉现在的丑行暴露了，同时也证明我之前走的那步险棋奏效了。 之前就猜到程奇会做这种事儿？那怎么可能？我不是在世出格，也没有未卜先知的本事。实际上，老师，我就是那个卖家。在台湾地下党同志的协助下。
我们制定了一个大胆的计划，一旦启用九州湾基地，作为端木恒心腹的程琦必然是负责人，所以我们在黑市上传出消息，要以高价收购特殊型号的航空设备，并主动联系到程琦，让他们相信这笔天价生意在技术上毫无风险。这程琦如我所料，因为满腹的私欲、见利忘义，所以落入了我的陷阱。你们这是先给子平兄一条康庄大道，然后再让他自己把这条路堵上了。嗯，这个左右逢源之计的确高明，但是这只是缓兵之计啊。你想，子平兄如果重新派人整顿基地，两行前台依旧势在必行，所以他不会轻易放我们回香港的。老师啊，您是低估了国民党内的腐朽，现在派系斗争是愈演愈烈，端木恒的麻烦才刚刚开始。只要给他足够的压力，咱们就有反击的机会。舅舅，舅舅，我就知道您肯定会来看我。我知道错了，舅舅，您再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，我一定把基地的设备补齐了，不辜负您对我的重托呀。完了。回归。
回忆。